上门啊。你这最上辈子面试的人，知道？那个你，你那骨头都变形了，是吧？好过呗？不好过，不好过。嗯。这骨头变形了，是吧？嗯。这种还好点混着啊，跟那个代替不一样。骨头变形了，你说咋弄就咋弄嘛。或者你看那丢这嘛来着，像是像是肯定是病了。啊，你这跟整骨折，500块钱你也出，我跟你说。你看出挺，你可整不好，你可要这这。这是帽子，不用你。这成家的了。万一的过了。这你这愿意过来更好。哎呀，不压着你。主播，你见过这样的病情吗？没见过，它坏了，看到吗？这你见过？这我见过。这是哪儿的驴？这是谁家的驴？坏了，里边坏了。还是个漏蹄儿。人家之前疼了，我这慢干多少啊？现在14.5块吧。咋了不敢用？不敢换它了。贵。不贵。嗯。多准呢？嗯。小哥。有八年吧，要个八年。没有，这是咋的？这不这他这骨头咋的？这尿平了就这了，这尿平了。平了，就是骨头干嘛了？骨头也变形了。他骨头已经给我长成了裂住了。好了，就这样算了。你也得撕开，你撕开了。你给撕开了。嗯。这块骨头。也下家里是吧？不拆不拆不拆的。嗯。不拆地呢，就会好了。哎，这个剪刀就是快，看到吧？嗯。对，它平了也就得劲儿点。嗯。就这样吧，瘦巴巴的驴，平洋洋。